ani op chiria khak na pik bzagla simone ha yasmo patus mus py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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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u ani ro yet bom bzag yet pgela ga simus na hayga chiria temizu bi naga ani bi tut站住！站住！嗯，还是热的，一定还在附近呢。去找找看啊！妈，不要哭喽！那不用菩萨心里满眼看的起啦。 英红啊，山猪呢？你打到了山猪呢？跑掉了啊！你看，这个水怎么会是白的呢？根据我的经验，你打到了一定是只母的。走开啦！还不走？ 奇怪，怎么好了呢？咦，嗯。哎呀！哎呦！哦！哦！哦！哇！爸爸，你看，好伟大的！
那个壮观，不是伟大，哎，形容词都不会用。阿丽，来杯喝水。不要的。钟胜，钟胜，过来一下。哎，钟胜，你看那上面，什么东西啊？爸爸，那就是我昨天晚上看见的老人呢。啊，好像是人的样子。不可能吧？会不会有人在上面？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你把给我看，你打开是不是在看的机？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？阿莲，他在办什么？我不知道的。什么？我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。哎。来个乌沙卡沙卡沙哈呀，干什么？卡沙耶，来乌沙沙呀，来乌沙沙呀，耶，来乌沙沙呀。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吗？我也不清楚了，好像是在拜什么神的呢。啊，邱叔叔是不是想自杀？哎，不要乱讲话，他只是个性太强了。听我话，是不是有人在上面啊？有没有人在上面？哎哎，马上请来的一部是马刚刚才好听说请来不来的，那就是马刚才提名字的，什么公开啊？你把高什么拿来？拿来得了，拿来得了，拿来得了。Thank you.
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告诉你。哎呦，老公啊，珍珠呢？是珍珠啊，还在身上。你的手怎么伤成这个样子啊？没有关系的。走走走，我带你进去擦点药。哎呀，死不了了，我送他们回去，顺便把车子还掉，马上回来。嗯。咋了？哎，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，拜拜。这不是香菇，这是灵芝。妈咪，你不能告诉邱叔叔哦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是邱叔叔从山上拔下来的，掉到我旁边，我啊偷偷带回来送给你的。哦，送给我的？嗯、你这么心甘我呀？哎，这里怎么会流出白白的汁呢？嗯，嗯，奇怪了。嗯，怎么会有子弹呢？嗯，妈咪，我去拿了给他擦哈。傻瓜，这又不是人，我们把它拿到后面种就好了。啊，放这边就好了。妈咪呀、啊，种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就种在这里。哦、我来挖。小心哦。从前有对夫妻，每天晚上两点一定要办事。有一天，太太生病要去看医生打针，身体里面的细菌在研究，这一针打下来，大家都会死翘翘，那该怎么办？大家正在紧张的时候，有一只小细菌在旁边收拾包袱，大家问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嘛？他说：“我不管你们了，我大半夜两点的车先走喽。”要死喽！嗯嗯。半夜两点的车来啦！Thank you.
我这次一定要打到你。行啦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有啊，我听到砰砰砰，你的心脏在跳的声音呢。叫什么？我爸爸，你的拉链没有拉。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，关电动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再不出来，被我抓到你就倒霉了。妈咪，我们家是不是有小偷啊？是不是有鬼啊？有可能。呸呸呸，童言无忌，你不要乱讲话嘛。
没事了，赶快去睡觉了。嗯，我们家一定有鬼哦。嗯，老公，啊，我们家真的有鬼呀、啊。大爷，明明说有鬼，你就说有鬼，那我这一家之主干什么？我说有鬼才算有鬼。我想我们家也许有鬼。冰冰，赶快下来喽！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看。奇怪，他妈的，这邪门啊！都是你了，普通时候让你拜拜，你都不拜。那你拜了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一样找上门来。喂。哦，你等一下啊，一电话。嗯。喂，英红啊，你一大早打电话来吵什么吵？我家昨天晚上已经被闹得天翻地覆了。我警告你哦，你最好不要跟我提借钱的事儿，不然我会翻脸的。中午见面谈。你看，花都开了，树也长高了。真是邪门哎！妈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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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香菇不见了耶！什么大香菇啊？不是大香菇，是灵芝。哦，嗯，哪来的灵芝？好了好了，你上班要来不及了，待会儿再告诉你。冰冰啊，妈妈要出去买点东西，马上就回来，你不要乱跑啊。好了好了，来不及了。你想吓我，我把你扣子在里面，你再吓我，
胆小，那你进去看呢。好，我赶进去，那你呢？你看完我就看。好，看就看嘛，谁怕谁啊？有没有看到啊？没有，真的没有啊。你自己看嘛。小胖，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啊？太可怕了，里面乌漆麻黑的。你骗人，你一定闭着眼睛看的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也是闭着眼睛看的嘛。冰冰啊，你不要告诉他，不然他晚上会来找我的。
冰冰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冰冰啊，你要小心他哦。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嘛？他弟不能尿尿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看，他没有小鸡鸡。你那帽子哪里买的？哎呀，小胖，你不要说疯话了好不好？那帽子是他的头。冰冰，他好像受伤了耶。好像是啊，我们来帮他擦药。今天早上我起床了，这个鱼缸里面的金鱼长这么大，然后划了开了，树也长那么高。嘿，你说说看，这有没有道理啊？你吹牛。大人讲话，小孩不要插嘴。是。好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跟你讲。哎，我那个宝贝儿子呢，把香菇，把那个灵芝给带回来了。我想啊，一定是那个怪物在作怪。灵芝，是不是我那天在山上采的那颗？对呀，可是又不见了。啊，不见了。对呀，可是我太太讲啊，那个灵芝上面有个弹孔，弹孔里面有个子弹，那个弹孔啊一直留那个白白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是白色的汁啊。白色的汁，难道说那天晚上我打到的是灵芝？不可能啊，我明明看它有眼睛啊。哎，阿丽，那天我爬上去采灵芝的时候，山地人为什么要跑？我也不知道了，他说的山地话太深了，我也听不懂了。不过我们可以再问问他的啦。我想你家昨天晚上出现那个怪物一定跟灵芝有关。那个灵芝啊，可能还在你家的啦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啰嗦了好不好？现在最主要的是去问那个山地人，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伤人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先生，对不起，麻烦你小声一点，我们还做生意呢，客人都被人吵跑了。啊，这样。他不是客人吗？小胖，你说，还是你说好了？我们决定收留你。嗯，但是你一定要听我们的话哦。小胖，我们一定要保守秘密，不可以让别人知道雅雅在我们家哦。来，打勾勾，说的是小狗。嗯。啊。冰冰，冰冰，你妈妈回来了，怎么办啊？不可以让我妈妈知道，赶快把牙藏起来。啊，妈咪，冰冰，帮你拿。今天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没有啊。在这里不能出来哦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冰冰，小胖呢？你妈妈？小胖，你在那边干什么？丫丫。哎，妈咪啊，这是不是要抓狗用的？小孩子不要乱讲话，来，帮妈妈把这些东西拿到厨房去。哦。妈咪，这放在哪里呀？
在那边就好了。完蛋了！小胖啊，你再吃啊，小心变大胖子了。什么？冰冰啊，他是不是食物中毒啊？他喝醉了啦。你妈妈有没有药？要干嘛？我爸喝醉酒，我妈妈都拿药给他吃哎。爷爷不要动啊！冰冰啊，今天星期几啊？干什么？上面都是写星期几。我也不知道啊，管他的，刚才全部给他吃好了。来，小胖，他把温度计吃下去了。嗯，把花拿掉，把花拿掉啊，快点。哎呦，哎呦，啊啊啊！爷爷，不要动哦。爷爷，以后不要喝酒哦，不然会头痛哦。没有变，哎呀！
丫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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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丫丫，冰冰啊，你妈妈的药好厉害哦。嗯，对啊，现在就变成小雅雅了耶。嗯，小雅雅，雅雅，老公啊，我们家真的是有点奇怪哎。嗯，不管是人是鬼，只要他今天晚上敢再来，哼，我要他好看。不过我看这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那带上。不要动嘛，丫丫，不要叫丫丫，丫丫，冰冰，嗯，糟了，丫丫丫，哎呀，冰冰，冰冰啊，爸爸，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开灯啊？我要睡觉了嘛。边边，睡觉以前把这个带上，然后不要关灯。我们家又没有鬼嘛。不管我们家有没有鬼，把这个带上就是了。早点睡了。嘿，早点睡啊。爷爷，鬼才不怕这个呢啊！爷爷爷。图书的目录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在那边。谢谢。丫丫，这是什么？丫丫，不对，是猴子。这是什么？丫丫，不对，是猪。丫丫，这是什么？丫丫，嗯，总算被你猜对了。这是什么？丫丫。不对了吧？你错了，这是鸡鸡。你呀、啊，真是木头人呢、哦！呀呀呀呀！唉，美国总统说的没有错啊，你呀、啊，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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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你只会说雅雅雅，好，那我教你唱首歌。咿咿呀呀，咿咿咿呀，咿咿呀呀，咿咿咿呀，咿咿呀呀，咿咿咿呀呀，咿咿呀。
기다리야? 기다리. 저쪽. 와, 와. 아니, 타다 와서 타 저거 뭐 진출아. 다음아. 밥은 간이야. 오자. 나누가니 하자 가니가 감사마무 그동안에 하야가 감사마마쿠 글롱 감사마 가니가 예 아린 글롱 아두아 유타스마 코루 유타스마 쿠마 얀마하 글롱나 감사마 가니 하야 박마투쿠 럭구이나 라무 바꾸나는 루부나 바꾸는 치료 야 가자가 와이나 징아이브레 와이나 치료 고스콜디아카니 함사가 끌루가니가 감사마면 야 가자가 약난딩 이케마투 기 아나 가자가 토하이코 쿠투고 토하이코 기 아나 가자 是人还是鬼啊？ 抽烟，你不想混了，给我！哎，冰冰，快带雅雅去妈妈那边吃早点。哎呀，走了。雅雅，这是你的位置啊。
坐啊。雅雅，坐啊，坐啊。雅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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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雅雅。雅雅，你是木头人，不可以坐。雅雅。妈咪呀，他都是吃花长大的耶。哎，雅雅，不要了，雅雅，雅雅，那不能吃啊，那是假的。你呀，真是有的的。啊，好，我去家。雅雅，雅雅。真是个小妖怪啊。老公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他？我跟英红讲过了，打过电话给他，是人是鬼，问那山地人就知道。雅雅，小芳跟你讲话。雅雅，雅雅。嗯？小芳，雅雅她没有耳朵哎。好啊，要赶快来哟。等我见啦，拜拜。现在没有电视啦，我放录音带给你听好吗？呀呀呀！嗯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哦，等一下我跟妈咪还有小爸要带你出去玩哦。好厉害啊，给我妹妹，给妹妹啊。哎呀，哎呀呀，什么雅雅啊，雅雅，哎呦你好厉害哦啊。你怎么打人呢？怎么啦？怎么回事啊？好可爱哟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走了。
你好。我干了30年的院长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事。可以啊，我会试给你看。这简直是我们医学上的一大贡献呢。价钱很贵，你出得起吧？小老弟，没有问题，只要你能把那妖怪抓来，一切好谈呐。来。你要是再啃鸡腿，我在今年尾牙就送你个鸡头。经理，这是今天收到的 fax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经理，刚才你太太打电话来说有要紧的事，叫你打电话回去。下次你跟她讲，她要是再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来找我，我就跟她离婚。我说的都是假的。经理，您电话。谢谢。喂，我是李宗盛。宗盛啊，我是殷红啊。殷红啊，什么事嘛？我现在忙得不得了。宗盛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。有屁快放。我问你，你家里是不是有个怪人？雅雅，你怎么会知道了？我和阿烈啊去问过山地人，你最好赶快把他放回山上去。为什么？假如你不怕死的话，那你就留着好了。你少来，我已经化验过他了。听不听随便你的，我告诉你，这种怪物啊最多只能活7天，7天以后就会死掉，而且死掉以后会……死掉以后会怎么样？死掉以后就会产生一种类似 AIDS 的病毒。AIDS， 我那怎么办呢？雅雅，雅雅，雅雅，妈咪，我也要送雅雅回去。那么晚了，让邱叔叔送她回去就好了。你去哪里啊？雅雅身上有毒，你知不知道？在我家地址，我要拿给雅雅，叫雅雅写信给我。你少笨了，身上哪有邮差？雅雅，冰冰，雅雅，雅雅，不可以，妈咪把你拿过去了。7015139，你要打电话给我，前面有加0。
谢了，我走了。丫丫，丫丫，丫丫，再见。丫丫，再见。丫丫，丫丫，丫丫，丫丫。将进行解剖的工作。啊！我相信，针对这个医学界，我们去救他，是个很大的。增加电压。乱唱什么？走开！对不起。哎，院长，有关这怪物的特征与贡献，能不能透露一点？解剖有了结果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对不起啊，我还有事。院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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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院长。一比呀呀，一比比呀。我看这里是没什么问题，我们走吧。院长马上。呀呀呀呀！啊，哎，小胖。一比呀呀，一比比呀，一比呀。小鬼，在这唱什么歌啊？这是音乐，不准唱了，快点走啊！要唱了。呀呀，哎，呀呀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咋还出来了？你谢绝参观啊，谢谢。院长，我想这个钱你可不可以先？小老弟，你放心，我们解剖完了，钱一定会给你。呀呀呀！啊，姐，不要说。
对不起啊。哎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说让我说哪去了？快点，去你的！哎
现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只好走路了。走。哎呀呀！呀呀！呀呀！冰冰，都是我在背，该你背了吧。丫丫，我们走。丫丫，小胖，那边有个小庙，哎，里面有饼干、水果，什么都有。跟我走，走，走。哇，好棒哦！我的肚子有救了耶！哎，小胖，你要做什么啊？大笨猪，好吃鬼！小胖，你完蛋了啦！土地公一定会惩罚你的，大笨猪！土地公，我叫冰冰，后面那是我的朋友，他叫雅雅，这个好吃的大笨猪，还有小胖，还有不礼貌的地方，请多原谅。小胖，吃慢一点嘛。土地公，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饿了，对不起哦，借用的东西我们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小胖，给我一块嘛。有啊有啊。Yeah.
天都快亮了，小鬼怎么还没回来？我看了，算了啦。阿磊，想发财就忍耐一点，对不对？急什么急嘛，里面人比我们还急嘞。你，我告诉你，你那儿子，我怎么看都不像你，像我老婆总可以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就小胖这么一个儿子，而且我已经结扎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哭什么？我又没结扎。哎，我知道了，看什么看？还不赶快想办法！我想到在哪儿了？我想到在哪里了？到底在哪儿？我也不会说，就是上次我去打猎的地方。嗯，哎，你干什么啊？快啊！哎呀，我找不到钥匙了啦！开我的车，快点，开我的车。好。你们开快点，车这么烂，我怎么开快？我靠！哎呀！
Ah!